凭过去鹰演出《小时代》系列爆红，气质形象深植人性。而她在2019年和向佐结婚后，渐渐淡出演艺圈，鲜少露面。近期现身公开场合时，就被网友发现与婆婆向太越来越像。近日郭碧婷和向太一起出席时尚活动，只见郭碧婷穿着平口露肩礼服，与婆婆向太一起进场，气色相当不错。不过却有网友认为她身材圆润许多，脸蛋也丰腴了不少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她是谁呀、认不出来了。郭碧婷过去不是这样的，和向太相似度百分百。但有网友替郭碧婷抱不平，认为这才是正常的身材，这样才是有福气。郭碧婷的现况在网上掀起两极评论啊。Bye.